想问李显龙，让我出门寻找快乐。可是为什么冠状病毒对我笑了？ Circuit Breaker 将我拖着，把门都锁紧着。外面真的可怕，乱出还会被罚。在家比失恋难受，我怀念的是珍珠奶茶，我怀念的是麦当汉堡，我怀念的是剪发预谋，还是想要自拍的冲动。我记得大场电影，还记得头戴的杯，记得疯狂朋友，一起的出游，一起的伴奏都没了。我怀念的是东京樱花，我怀念的是韩国炸鸡，我怀念的是夏季以后，还是想要自拍的冲动。我想去台湾九份，也想去温墨尔本，想起绝壁 shopping， 猜测我甘愿，我绝不抱怨。谁不想到处走，谁不想见朋友，谁不想看电影，谁忘了病毒很危险，谁都要勤洗手，谁都要照着口，谁都齐心合力，谁能赢就是你和我。我还有想打麻将的冲动，我期待我们相聚，也期待一起 K 歌，期待麦当劳开最爽的奶盖，最远的盖盖，我等待，我期待袈裟脱，谁懂我多么不舍得能赢得，所以我会听话 Stay at home。